哇！谢谢你，给我柿子啊，哦，给我叶子也啊，你要呢？哦，谢谢，哎呦，你很慷慷，谢谢你，对了啊，谢谢你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们现在有叶子，完了，来来来来，还有叶子。好，哎呦，叶子，对对对，什么叶子可以做什么呢？哎，我来溜了。叶子可以做什么东西呀？粉。当空亮啊！嗯，下回啊，秋季买有秋药咯。你到到了啊？我到了不？嗯。啊，看到一对囡仔水哦，我的囡仔啊，我讲福建啊，啊，哎，看一真水的囡仔真欢喜呀，安跳啊，哦，对吗？哦。这天顶真水，看大家真水，囡仔欢喜，因跳杯啊。哦。担心，真的呢，他的车坏了。哦。跟他的老公还是回来，还没有来，没有来家，这个车坏掉，他不能回家。哦，是哦，很难过哦。过来。这个是谁？就是他的这个啊。哦一。这个小孩子啦，一个爸爸啦，哦，他的又阿仔，你叫什么？我来，哦，你是谁？啊，你是谁？嗯，他们在玩游戏呀、啊。没有啦，就看我的美高啊，做什么游戏？刚才那位爷爷呢，他讲故事，他有一部分讲得很好听，有一部分讲得。我们听了不爽快，就遮住了口。这位兄，这两对姐妹话，她愁眉苦脸坐在那边，因为铲泥车要来拆掉她的屋子了，所以她在那边等她的妈妈叫她铲泥车不可以拆，赶快给我走开，不要拆掉我的屋子，拆掉屋子我们没有屋子住啊。讲拜神啊，喺度拜神啊，拜神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喺度求乜嘢咧？啊，求乜嘢咧？你话去求嘅咩嘢咧？求财咯，求财。求财啊！求财发财你咯。他咧，我偏他不听话嘛。啊，你说你以前什么？我做工咯，做这个ElderCare工，他跟他妈妈就出去咯，去买东西，就我咧帮个孩子，他就怕三个咧。我怕跌倒的什么？我说你乖乖坐下，我把东西收给你收，就买他妈妈买来，我就收集了，也不给他吃了，孩子吃着玩的嘞，啊，我就一般。如果你要去，得个洗手先。我等一下给你拿啦。我说醋就放两边咯，就骗他咯。他就还有嘞，你还有嘞，我吃完了咯。肥佬肥腾腾，捉到肥佬去拜神，都冇咩记得啦。